是12月份出的《三国创杰传》，那个这个月呢，一样出了三支，分别是甘霖、大乔、小乔，还有天霸曹操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这次的天霸曹操呢，没有做特别的改变，所以我就没有特别买来煮。影片的部分呢，会分成甘霖、大乔、小乔各一部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煮甘霖，那就直接开煮喽。甘霖呢，它的原型是海盗钢弹，那这一次呢是以蓝灰色为底色，补色的部分呢我是以金色、红色、白色来补色。那这一次呢，我觉得它补色的地方其实有点困难，它蛮多的细小的凹槽跟尖刺的角落，所以在使用钢麦笔的时候呢，它比较涂不到。那我是使用竹签沾上颜料来补色。那这支的优点呢，其实它还蛮还原古钢嘴巴开合的基色。那还有另外一点，就是它上面的骷髅头的部分呢，其实做的蛮细致的。缺点的部分呢，是它这次的枪的部分，其实偷胶蛮严重的。它偷一面就算了，它居然两面都偷。它这次呢，两面都有偷胶。那下半身的部分呢，我个人是觉得它做的比较厚重，所以看起来比例有点稍微有点奇怪。但这支呢，甘霖呢，它其实补色完摆起来其实是还不错，只是我个人觉得它可玩性其实没有那么高。像是它的背包的部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背包它后面的部分它是做弯弯的，你摆在后面呢其实是还不错，但是你摆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呢，就觉得不知道哪里怪。那下半身呢，它的盔甲的部分里面呢有做短线。那你呢，它可以拿出来当做武器，但是呢它比较难拆下来再煮，你拆下来的时候要把它打开再煮，我就觉得说你装上去我就很懒得再拆下来了。那这支呢我给它75分。那接下来呢还会有大小乔的影片来跟大家介绍，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我煮曹操可以在留言告诉我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